今天九十多万了，我算到那个地方，但是我很震撼。我是觉得有时候是一种执着的啊，所以说在哪里说，哎，我也坚持也听见，有时候不难，啊，这是我自己设计在观察两方面讲。这个东西有时候不需要花很多钱。我之所以会踏入做天文是，我在参加高中就是个环境，第一次做完，参加结果不在的第一名，我花150块。这个实验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，是那时候翁老师他跟我们上课分享的。这个实验是什么？我们怎么去定古代人？就是讲说那个星星在哪一个位置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讲说啊，那个科普勒啊，看了很多星啊，或者谁看了很多星，啊，那个星星的位置怎么定？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。那个星星的位置怎么定出来？它是利用这个，就是利用那个吸管啊，对不对？应该定。我印象是，中间那个是吸管，你看吸管，把这个吸管锁定在那个星星在哪里，啊，下面是一个水平板，啊，这个是还可以量一下，所以上刚好可以水平，啊，360度可以找出水平角啊，两个角多少角啊，角度都可以找出来，哪里有缺点，或怎么做可以，啊，这个保利龙姐姐的绩效在装的很气嘛，啊，今天要弄的好壮来吧。啊，这边你这个面非常大呀，叫叫来的，面还来改改叫来，角度多多，直角啊，才就会是流量花钱，而且难做。哦，就木板自己找木工，哎，木板这点花了，大大的，啊，下面那个板子，下面那个圆规的板，其实不难。我用圆规压圆的啊，圆规是一半来的，我把压圆掉，两边从个边大，啊，180度出来我改下。加个320度以后啊，刻度会更多。当然，我会这样做之前，我其实是我第一次，我是自己画一个自己系统，去写360，画面本来就太好了，角度也对，我都是失败过再想到，哎呀，那个啥，他说哎，严格的就要用了歪，歪到歪，所以我都是失败过，在想我如果做得更好，我那时候是真的一块木板就把它画一个有花墙掉，要不要把它给？对，真的差太多了，所以我最后就想到圆规圆边，然后两边重叠，我立刻来除掉180度以后，我改190、200、300、400啊，而且我很久。所以我跟他讲，这里跟他克服困难这个技巧，你必须做了，你才知道，哎，我好像还可以更好，然后更完美，我就是这样去做的。这我去第一次去，这是第一次去写古代的电影的时候，我还记得旁边有一台车，知道路东，他还在电影院借10万块，哦，这是150。啊，所以最后，我到之后，我常常在家去都会，我都会自己做教具，我都花了200块，啊，其他些我都花了很大的功夫，所以我就笑，因为我都不知道，所以我的中学一个老师跟我讲。啊，我去的时候，我爸我好朋友找来，找来好诶。啊，我唔知个我讲，啊，有一天他跟我讲，哦，原来就是你哦。因为我以前都是做教具，但我做教具很正点，跟各位分享一下。光绪。
想了三天以后我才想，所以我就觉得像这个日晷，学校我很少看到有人做出，他说这五块艺术晷，他没有说明他是什么心态，我就觉得非常可惜。这个东西很便宜，你再做一个，最后我跟我们学校申请做一个日晷，大概花了17万，因为我把它做得非常大，做得非常大，所以像这样的日晷。我自己设计的，我带到哪里都可以再拆开，然后就给大家用，而且还蛮好。我上面这个也是用那个圆规印的，然后再把它贴上去，因为这样才会很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很喜欢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动手做啊，先去看。当我第一次看到日晷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画闪状不会很准，我都搞不清楚。最后我才知道。原来这个是底座，啊，太阳就是这样在照，太阳是这样在照，太阳是这样在照，这样在照的时候，当然会很阻挡啊。如果变成有时候赤道型的，它就会在这个上面做一个跟它一样的直角，一个圆做出来的。啊，如果是平，可能就会投影在地面上，就这样的话，这是我得到的。你在哪里会太阳会垂直点落在哪里？从这个图可以看到。我们如果知道肯定的话，大概在六月一到六月底，六月一到六月大概跑到，那蛮好的，非常好的。啊，这是我对那个干影的两角那个角度，可以看长度，然后看到它是多远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长寒月食。我的另外一个测验是从月食内测月地的大小，那个月球的大小，还有地球的大小还有力气。我刚刚讲过，我第一次见过的地名就是从月食的照片来看它的。当然，先决条件我们必须找到大概西元前276年前，那时候有人测出地球的圆周。4万5千公里，那我现在知道是4万公里，啊，当时测出来的。那这是月食的照片，这是月食的照片。所以我很想跟同事分享，我跟很多人分享过，来看一下。
像这个满月就没有，满月看不到陨石坑。你看这几张照片，是不是这个漂亮？这个不漂亮。所以说满月很漂亮，骗人的。最漂亮是这个，你可以看到坑坑洞洞，我去睡，看月球表去睡，它自己可以捕捉感，所以它这是月全食，月全食是红色的，蛮有趣的。这满月食，这种月食照片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所以你要去观察月亮，看这样。啊，我猜。我很喜欢这张图。夜市来的时候，机会不多。你跟他们讲一下就过来。我们现在来看40公斤的，然后这样。好，我大概如果开始做，大概10分钟就照一张，我可以照完两个影片。好，啊，我每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才是对的时候，我每一次要照它，一定换三种快。因为我不知道哪一张是最好，我无把握啊。但是机会就有一次，我用三种不同的亮片去照拍，啊，所以我挑我最喜欢的。所以真的是这样。那我怎么说？我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，月球有多大？前三十九年太阳，地球有多大？如果我已经知道地球有多大，那我是不是就知道月球有多大？因为地球是光嘛，地球出现火星光灾，投影在火星在月球，你叫得出来啊？所以说，我为什么西元前276年，200多年，那么地球好多啊？那你怎么没有月球？月球你怎么搞不起来？你怎么来月球好多啊？不来月球好多，那你换月球，你看我们加点快，往角度0.5度嘛，那个 S 等于 R 西塔，把咱月地距离。所以要说月地距离也不难，你只要从一张月球的照片。那月地距离是，刚刚是你说的是 SR， 用那个夹角。因为夹角我知道夹角，包括我看日期哪盘山，我是夹角的。但是我知道正常不知道的。假设我知道这个直径多大，我从地球有多大，知道月球有多大，我知道月球有多大，那我看它的角度又有多大，我都知道，我看得清。大列的，所以我想下面是我们做到像类似的题目，我也会喜欢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的这种测量方式，是在文献上已经有类似的东西。这个我就不知道。对啊，所以当你在写的过程里面，我不会试着想过，我要他站在我当时，我不会去找别人有这种文献。反正这时间第一次在，那时候我刚开始在做，我都没有想到找别人。我就是拿起来就凭感觉刚刚，那这地球有个家有这个核酸，我都没有去找什么文献，我都不去找。啊，你在讨论的过程里面，我也没有去找，我没有找别人的文献都没有，我这个都没有，我是觉得我自己发现，那这地球有家啊，那个核酸，这样，就，所以我常常看别人怎么讲，啊，这个难道不难？我今天上面。围绕这个月球，地球知道大小，月球哪有的哪有引力，所以当时啊，这个你当时候想在讨论的时候，你大概讨论过哪印象中讨论过哪些内容？我主题就也就是讲它月球大小跟月球大小，这个对。啊，月球大小讲出来之后，你有没有跟现在的月球去证明？我当然，我这时候会查现在月球的距离和大小是不是真的，把土地多高，我也去查一下。所以我说，科本的题目，随手一看答案就有，也就很赞。所以，那天月下，我看过报纸，我很想，我们在讨论那天月下，我脑袋发很懵。啊，是台中夜市啦！台中嘛讲，地球是圆的，是台中夜市。我讲不是啊，讲啊，本来变难的，台中讲，要不然怎么会这个样子？他说本来让我变难的，我变难的。哦，我告诉你，对了，哦，那怎么呢？你好，前辈啊，其实夜球，空中被太阳。
哎，真的要模型给他看。啊，我一看我，靠，我那个阿公不是，叫我找回来，伊讲问咧，你想，阿婆做